南在是什么意思？台中的习惯起来讲。有，他等一下会去跟他聊哈，他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过去。你在这边没有对？去喝酒啊？长沙喝酒啊？喝酒啊，花江鱼。我今天早上四杯四杯酒啊。哎，都冲冻开开。四杯啊。我开冷过了，还个冻 KK 啊，一个，我今天那个爹挂那个保冷袋啊。哎，安怎煮？煮会脆吼？我拢煮汤的。煮汤蛮好。是鱼啊，拢好吃，有刺就好吃。哎，刚买这春龙虾，我春龙虾对。石斑。会的。这是回的吗？还是单休？这个回的。回的啊。鱼刀。鱼刀。高进你好，我是怕连假，因为上次清明啊28，他们都会喊都要做了。陈小哥你好，这手机没叫都没叫又没叫没开了。没通知了。没通知。没通知。他要问一些问题。路人乙你好，有联络。路人乙你好。啊，他一开始是的。哦。他跟你讲，他不是一开始的。对，那个是很老的霸气袋。没有，他是想要问一些保密的事情。OK， 因为我们稍微讲一下，他那边不好弄。他是说他的 FB 都没有，他 FB 讲的很难的。FB 只是不管的，因为 FB 不会帮你推，都是你线上的人，他有分享的，他一直不会帮你推 ，FB 不会帮你推。今天还比较凉，有风了，就是那个。吴云锦你好，你们的20分钟在看准备工作。我这里热吗？我等一下让你感受一下有多热哦。我再照一次天空。看完了，觉得热不热？哪一个？有很低的，也有很高的。我是越买越贵啊。那个有一个最贵的，这一个是 Switch 在用的，那一个3000多块，那个好像128，超过10000的。还有700，还6700而已。哦，可是因为现在。我已经测试过，这个目前这样大概可以撑弄到10个小时以上，所以是没。你好睡吧？哦，睡吧。你看我的内裤是港穿花纹，一样的花纹。有兴趣的零元起标，一刀8000。原味维多多，原味的。我记住了，然后我想小母的移动队员，
小米的，你是说比较冲的进去，他比较冲的进去，还是他在扩充？就是直播的时候，哦，我用别的品牌嘛，他都电池的插座都不停的在那边，然后是慢慢的爆破。他小米的移动电源，他比较可以增加那个电的插座。哦。啊、我都在直播了吗？早就直播了。喂，大家好，大哥你好，来，通通围过来，把现金拿出来，快，我需要你们的火力支援，哇，快，他们，快，快，快去了，快。快把钱交出来！谁的钱谁就交钱，谁就是快。来哦，进来哦。王哥熊，你是吗？对啊。嗯，不要入剧场啊。没有没有。来西啊哈。王哥熊到我的右手边哦。来给我吃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哦，来哦。你要吃吗？新款的哦。新款。先看一下吧。我要伪装起来哈，化妆一下吧。什么？水哥，你在路上了吗？好哥，我跟你哦。上面那边吹冷气。那当然是假的。水哥没有这种气魄。怎么可能？这两个礼拜还有黑尾鱼，黑尾鱼已经结束了。水哥，黑尾鱼我还有。真的？我等水哥来。有啦，等你来啊！我搁饲一只蛋你来。哎呀，饲。我饲起来了，大哥。一只三百几公斤啊！你也来的时阵哦，你也搁唔紧来，我可能抓一抓就抓啦。小宝哥。好犀利哦！太大只了。吃着尾鱼分享的黑尾鱼。都可以的，随便讲。对，这样子。来，大家好。比较习惯。而且要什么？是每天都有单吗？没有单，慢慢等一下，慢慢点菜。对啊，每次都带着。我那条冲来冲去。还没给你来。是我开车没关系。那有钱，活得很好。哦，还好，可以。来哦，花式牛。有单子吗？那我做快哦。什么脸大牛排？先点。脸大牛排是不是？对。来，去修好，哎，希望准备拍对拍呀，我好去修修个上场。来，非常好吃的富贵猪肚，想吃富贵猪肚的举手。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来三百，200块都两百块来，富贵猪肚来。哎，为什么要先卖它？因为它箱子坏了，我赶快把它处理掉哈。来，五位菜来。冷巴喝的200块来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哦，这是卤猪肚啦，富贵猪肚它是卤的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入味。一包哈、哦，八十冷巴三包，你冷巴喝的，来叫他姐来给借来卤猪肚，看，没超车，不会的，超车米粒没还的，不会超黑米粒都没还的，两边处理的非常干净，而且卤的非常入味，一人一份，哎，三包的三包来。啊，那一半的一包也当掏出一半啦，啊，三包的掏出三半的，啊，就你三包啦，免三包啦，免你爱我来，两包过来，招一个人过来来，猪肚猪肚富贵猪肚，来两包好，来来来来，这包给三个人来，今日今日做完不要吃回来来，等于哦，青菜你煮啊，来来两包好的，200块来招一个人过来来，富贵猪肚。冷巴喝，没有人要理我，非常好，感谢各位的不理我。来，反正又还没有很多人哈，下次就没有这样卖了。来，冷巴喝，绝桃绝对来，这个傻逼，冷巴的，我就摔桌子，我的广告，家里面是啊，用台湾话讲话，有没有吃过？很惊讶，都好吃，现在公开中，现在在这边，澳洲的这些包啊，莫讲莫讲。哎、欸，来冷巴喝的，知道我卖多少就好了。来200块了，真的很好吃，有吃过吗？没有哦，试试看，加热就可以了，哎、欸，加热就可以吃了。来，冷巴喝的，它已经熟了啦，已经熟了，都帮你卤好了。来冷巴，最后两个人就都提前放买吧。料理委会啦，这猪肚哈吃过的都说赞。来200都有了哈，都有了啦哈，好，
谢谢，来，阿哥要吃啥？哦，黑银二阿脸大牛排来，啊还要什么来？继续点菜吧。还有今天，来脸大牛排来，开两千几千，一千块下来了，一千多的，很漂亮啊。今天只有这一项，所以动作要快。来，一千多的，一千块来，是吧？要多一点点。花纹有没有漂亮？来，一千的，能多少粒的？一点，谁要吃牛排的？这位帅哥嘛，非常的好，一千块，赶快拿钱哦！等一下太晚来，没有牛排可以让你吃的。来，虾仁拿过来，虾仁。大哥公没黑银啊，来啦，几千的，一千块来，几千块啊，不然没有钱哦，来，记者坐哪里来？几千的，一千块，感谢这位帅哥。这个从哪里来？六龟。六龟啊、哦。我妈带六杯啦，我妈妈真不干啦，真不离个手酒，来我都借来，一千块来一千块，我准备了嘞，一千块，不是一袋两袋三袋呢，这四袋啊呢，这五袋啊呢，各位，元大牛排又好吃又漂亮又便宜的牛排，你们就好了哈。一千块的，最后三个客人，赶快要吃点大牛排的，一千块都有了吗？有了，好，感谢各位来。啊，还喜欢吃什么呢？各位，虾仁哈，来虾仁不要买500了，买300块也不用了。哦，让货点个比较少，一人一份来。200块来的虾仁200块来，新秋节啦，别再来黑鱼，就来你们多份，一千啦啊！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那我呀，你还没收工就骂脏话。来，我请黑鱼的来200的，来来来，直接不让你看啊！哦，我到黑鱼就拢刷黑啊！来200块，我们一日只啊要吃黑鱼的，好，啊，像那种不让炒黑鱼的款哦吼，哈、哦，好高兴哦！今天是礼拜天了，哦，今天最晚可以休息了，感谢各位的陪伴，四天，来200块，200块哪个人给签的？黑鱼200的。200块，还要弄卖掉哦。来，不用6个啦，就5个客人买就好了。小姐，你要虾仁吗？赶快哦，今天虾仁没有很多，好，今天卖便宜一点哈，让大家都买得到便宜。不用300啦，不用250啦，来200块来，赶快。我那个姐，你边买较济啊，你较少嘞。不会太好。哦，安尼卖用边给你啦吼，我看会使啦吼，加到半路就熄啦。来，我吃黑银的来200，赶快，五月客人吃就好了，马上就给你了。200后来黑银，二郎爱吃黑银的不？两位而已吗？虾仁，好，那就卖先卖两位了。来黑银200块，那你这个叉崩叉米，这个猪排300，我要包猪脚，虾仁包水饺，不错呢。来200块拢中啊，黑银200块，好，谢谢各位。来，继续还要吃什么呢？鲍鱼，托特要几箱啊？吼，来个客，来，有啦，我问啦，问着讲客啊，我欢迎你哦，给当客家客户，来托特在下面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托特，没有，这个是鳕鱼托特，啊，托特跑去哪里了？啊，你后边，要不要？来，要吃鳕鱼托特，看见托特吼，一切切啊。那切来，拄啊裂开吼，嘴巴大啦，我切切的，刚刚裂开。来，有要切来刀啊，我需要刀。刀刀，修修，你好了没？修，我要刀。刀子旁边。没有。有。哪里弄刀啊？冇啊。不行啊。来。我就喜欢爱刀老的啦。哦，明仔。一个阿仔爱冷香哦，吼，冷气大大，你真的要下来买了哦。小香肠大哥有，今天买整包的话，大包的，你觉得怎样？太多了哈，好了，我买少一点。来，蒜泥头都有碎吧，不挂掉吧。今天卖开1800，来500块来变较大好不？来500块来，蒜泥头都500块。今天去老林家会干啊哈，啊不要老民家对啊哈。很假欢喜，来500块的蒜头的，啊头头有吹着吼，吹着，吹了后边。好啦吼，好来，500块人饮钱哦，蒜头的啊，阿妹嘛招头一个叮当的，
来五百块来，哎，但是你们进去吃点心吃饱了吗？来，今日来五百，算你头底五百块半的金钱哦，我来讲啊。现在你若要请哪位，你头讲，哦，我绝对要甲听完的。来，鳕鱼五百块，有没有要吃鳕鱼的？都没有人要拿钱，你放心，你如果拼得下，你尽量的买哦，我尽量的让你高兴。来，我把火腿跑前面来，五百块算你头底，我没有办法的。来，我把论，哎，大家好，我 M N 论，对了哈，徐仁哈，我有带一点香港口音的吗？来，再来我爸，我爸，我爸不要紧张哦。这里是新广场哦，这里是新广场。就是头边今仔无来，大家欢喜，就是我欢喜。来，我爸咧，等下，过来。别平完，吃吃贵的，来一人一份。卖一千，卖到八百八，来五百，我把马尾拿了，旁边车，旁边车，旁边车，杨修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好了，三百块来，就掏钱来，算一掏分，三百的，大哥要一分就好了哈，谢谢你，来三百，不然一起算了吧，我几个妹啊，我来三百好了，我来了，你公公刚刚恁哥在旁边，恁哥人叫我大哥，恁刚叫我。来，弄我的，厉害啊！去帮我八六分了，来三八过来，三百块，最后三位，大家需要吗？赶快哦，最后三个费了，等一下再卖了哈、哦，去修不完，等下再给我给啊！哎，来，再过来，来三八过来，进来，最后再存两个人给你，然后帅你掏分，三八好，最后一位了，赶快，存几位呢？安尼规盘都你五百，修上啦。三百块来了，三百块最后一盘了，三百块这一盘谁要？来大哥来，谢谢，后面大哥需要啊，来，三百的三百块来，你找钱你找钱，你看到我安尼好，我袂去成功，安尼来，三百块边啊，你左手这边大哥，来，他一来求我们，来，求人白打，来啦，啊这边吃什么？偷偷啊，现在我们偷偷。来，吃托托进进来，啊，塔香的哦，这是塔香吗？对啊，是新塔港的观光。原味啦，观光鱼港。原味。来，哎，托托，等一下吼，我等无开哈，我去想想拍几挂，我先备备。有人要吃原味鸡腿排无？超级好吃，用煎的，用烤的。来，我八四八片来200，两百块来，小茄子不？就几百200，啊小香肠啊，对来了，我大哥的小香肠，200可能有啊、哦，200，我一个帅哥妹俩，阿伯人要吃就几百，这够贵了哦，这五股哦，嘿，很漂亮哦，你什么？我林华一姐啊，哎，只限今天哦，每次连假最后一天，it's pretty， yeah， 来。吃东西啊？听无？你的那个学历不够，所以你听无。这上无爱读书，基本以上才听有。It's pretty, yeah。听会下手，听会上相片。好大财啊！我相片不算倒，来七叠来，八叠来，九叠来，十叠来。我问你一句话，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你专程来看我们的，太感动了。来一个上门客宾到我里来。上面边搞没价钱了，我还跟我只有今天哦，来这两天这两只鸡腿再送给你，一共有12只鸡腿，不是500，不是400，来220，200块来给出百，做好价，用今天用他这个不用烟的，你都买回啦，给出百200拢准备了呗，来赶快哦，要买的动作快啊，来6只、7只、8只、9只、10只来，200后来进两瓶不欠你，给出百200。做南北配的嘛，哎，今天喝价真的好吃，200块，哎，再卖一个好不好？我们鸡腿排真的不简单，你来能把弄完哦。谢谢，没关系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，我去卖什么来。小香肠过来的，我偷偷来。来，我们吃小香肠，我来人家吃哈。吃你个在啥？这里呢？啊，在啥？虾啊虾，好来。哦，啊，偷偷我先搞发货来，好来。来，啊，这边吃小香肠，我来人家一个15条200。100块来小香肠，很好吃，这是脆皮小香肠，100块，大哥买2份而已，还有没有人要？不是7条100呢？你去买炒6条100啦，我陪你7条，你8条、9条、10条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5条，不是200哦，来100块来脆皮小香肠啊，只有大哥会吃哦，
好了，没关系，来包两个十五条的，让大哥回去哦，烤香肠，啊，烤香肠，来，我们加脱脱来，啊，虾啊，鹅啊，这拢有，嘿，我知我知，哎、欸，那个辣味鸡腿有，哦，终于有人知道我有辣味鸡腿了。